自己觉得我们赢面好像蛮大的哈。不要太骄傲，不要太骄傲。不会，不需要。我们分手。这个想法怪怪的。有点受不了。你是不是要开他们黄腔？豆哥就是超乎我想象的平易近人。对，就他其实很会，就是带领大家融洽的相处。不要乱走，一波二变。的时候就外差了，然后每一个主持人都自掏腰包5000块，没错。然后麻烦的是朵拉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我觉得他也不会受伤了，对对对 ，OK 啦，你们有机会赢啊。对啊，刚刚因为我们射飞镖了，有人射到外道，他有人就近射到了虎口，对，我自己觉得我们赢面好像蛮大的哈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 OK 啦，不要太骄傲，不要太骄傲。不会，不需要，我们开车就可以解决。这个想法怪怪的，我有点受不了。你是不是要开他们黄腔？他一直这么敏感的地方想开饭店，对啊，他们就会想说住好一点。哦，也是安排一个行程。因为如果我带着漂亮的女生一起去，要有面子，要有面子，不可以让他餐风露宿嘛。因为我是比较近期加入的，然后其实蛮开心，就是跟着豆哥还有子瑜。那因为豆哥就是超乎我想象的平易近人，对，就他其实很会就是带领大家融洽的相处这样子，就是因为通常，你看，就是因为通常我们刚好我们大家在主要案又你跟一个金马影帝，对哦，对，现在才想起来，真的不能忘记，现在想起来啊，金马真的不能忘记。所以一开始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会有一点距离，然后很怕就是不小心就是会触怒到前辈，但没想到豆哥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相处。